我们在一起就是向往的生活。这里是由特仑苏冠名播出的向往的生活，向往的生活从做更好的自己开始。小米十五 G 高端手机，一亿像素更清晰，提醒您本期看点。闷声发大财，祝大家健康啊，干杯干杯。我们俩是颜值担当，狼哥是勇气担当。给你们飞一个，太吓人了，跟孩子一样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不分离。向往的生活首席合作伙伴小米十五 G 高端手机，一亿像素更清晰。向往的生活官方智能助手小度智能屏，小度在家，陪伴在家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天猫，下载天猫免费小说，免费看书100年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换5G 手机，逛京东开启向往的 5G 生活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，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特仑苏，向往的生活，待会儿见。特仑苏，向往的生活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特仑苏冠名播出的向往的生活，向往的生活从做更好的自己开始。向往的生活首席合作伙伴小米十五 G 高端手机，一亿像素更清晰。向往的生活官方智能助手，上百度搜小度，零元体验小度智能屏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天猫，下载天猫免费小说，免费看书100年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换5G 手机，逛京东开启向往的 5G 生活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，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小米十五 G 高端手机，一亿像素更清晰，提醒您前行回顾。佛跳墙，为什么摘了？现在真的只有唯一的习惯。我们家有好多玫瑰，很香的，哎，可以做那个鲜花饼哎。我来炼点猪油，做点玫瑰鲜花饼吗？听说你最近修行了是吧？他瑜伽特别厉害，也没有特别厉害。再待会儿几个年轻人可以去哇哦了。哇哦。特别可以，太厉害！怎么会这么冰冷？我们拿的上面冷冻的，而且冰完之后有感受到那种甜甜的味道，就微甜也不腻。我们是真的是啊，这么多年老朋友，就是一个失联状态，也挺绝。主要是因为咱们在一起耍的时候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东西，什么我有你的电话，我有你电话，没有微信啥的，现在都不用电话，谁家还打电话？一会儿咱俩把微信加上。微信加上。老街坊都不爱来往。是。我刚才说，我说你跟老郑多久没？他也有年头没见着了。可不是。是。说这个，他说我跟郑就是老街坊都不来往，地儿太吵。对对对。没错。不敢见面，不敢见面。狼哥，你们家后来正午庙那房子还在吗？在啊，还是很有感情的。我们就天天在跟那儿混。对，就是我们单身汉的据点。嗨，那时候我们还偷偷，我跟小松偷偷跑到那他们家那房子外的窗户外往里看。不能再往下聊了啊！狼哥吓的，哎，忘了我手里拿的是什么了，我只能灭口了。来磊子，不给你播出去啊。你就把这轱辘剪好了，给你媳妇儿寄过去。他到时候更急了。来吧，朋友们，要换那个水衣。下荷塘是吧？对的。哇哦，哇哦。娜娜，你穿多大的鞋啊？我穿36、37。有36、37，正好都是。我们把鞋子脱了，这样直接这么穿吗？对。双背带，好酷！你这个双背带。
要粉色的吗？我都可以带粉色的，我俩一样。好，好。走吧，我们。好。啊，变成剁肉了。对，我做的狮子头。我好想吃狮子头的。耐心等待。我们去五二。五二。晚上是 chill。好啊。希望你们都这么漂漂亮亮的回来啊！不可能，下荷塘了，还能漂漂亮亮的回来？对啊，来吧 ，Let's go go go！ 小欧，拜拜。哇哦！好开心啊！进去要小心，因为它这个地板不太好，拔出来脚那个地方。哇，我的天哪！可以吗？还行还行。哎呀，小心小心。没事没事，好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慢点慢点慢点，千万别倒。什么感觉？是不是不太好？好黏呢。你怎么了，鹏鹏？陷下去了，有点拔不出来。我从没有比我哥高这么多过。咚！运气时好时坏。哇，这个不能久站，朋友们，久站会陷。这真的蛮卡的。对。可以吗？小心。小心，不是我一直卡在，卡在我刚刚卡在过的地方。我会拽着一点衣服，这样子可能会帮我好走一点。怎么连走路都那么困难？往我这边来，我们看谁先挖到第一个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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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运气时好时坏，实力伴随。这个根太容易断了吧？可是，啊，不小心搞断了，对不起。老师说是一个，那这样从泥土里面挖，嗯，是。那荷叶已经耷拉下去了，就说明下面有，就已经烂了蔫了，嗯，就底下那藕就熟了。哦，你们就顺着这下去就能摸着，摸到那藕，就这样把它这样拧拧拧拧，把它拿出来。好，懂了啊。所以要摸下面一点。对，我来试一下。要挖得很深吗？要很深，妹妹。石头，所以就是要顺着这个根摸吗？啊，啊，有了吗？石头吗？石头，是不是石头？为啥我老抓到石头啊？哎，峰峰，你抓到了吗？并没有。这是藕吗？哇哦，应该不是。呀，哎，有吗？没有。哇，这个真的是，哎呦。我跟你没完。哎呦呦，谁摔了？啊，拉着。风汉哥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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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边线太深了。妈，你还好吗？我还好。嗯，我觉得，哎，我觉得是不是跪在里面好一点？很难摸哎，那个根。惨败啊，今天。
哇，这是我们家小时候我爸爸做过年一定会做的菜。对，狮子头似的，每家都得做。可不是，把这两块梨叶切成这木耳。OK。嗯。把梨和的肉馅的，这是你发明的还是本来就有这个？本来是应该搁荸荠，但是呢，我们在北京呢，就通常就反正苹果梨都行。第一个呢是让它有点甜味儿，再一个就是让那肉松一点。啊啊！我这还真是，你这招好，我回学会了，回去搁点梨。是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弄肉把梨放进去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可以，可以放梨。这么大的就属于狮子头了，确实。嗯，个儿大，真不错。他用这种柴火烧着就特别好吃。对，应该柴火饭。这就炸好了，看见没有？这就好了。对啊，六个丸子，我就上屉蒸。妹妹你怎么样？并没有挖到。再往里探。就是感觉好难挖。太难了这个。慢慢弄。没关系，又是石头。这位哥你都坐下去了。对啊。坐下去比较好施力。有吗光汉？有。哇哇，这这可以。好胖好棒。何老师，你先把他旁边的土松开。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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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这个蛮大的。好，出来了吧？啊，好像拿到了一个。对对对。哦，好棒。所以这个是吗？是，还可以吧？哇，好大呀这个。行，我就挖到了一个。妹妹还没有成绩呢。没有。妹妹，嗯，你来吗？我这个位置。你顺着我的手，抓到了吗？抓到了吗？抓到了，抓到了。哇！妹妹，实在不行，这个借给你，你也可以。没事。但是当你挖到一个大的的时候，成就感是有成就感，一切都值得。以后我吃藕肯定会很珍惜的。不行了。
个好大一个。对呀，挺多的了。好了，走回家家。妹妹已经直接把麦泡到水里了。Sorry。没事。完全 OK 的。我干了一件特别不好的是什么事情？我把老师的麦给弄湿了。你还是把衣服。对。哇，其实挺沉的。是的，很有收获。哇塞！啊，哎，我手竟然没有，好想抹抹别人的脸。不要吧！太有趣了。我们回来了。挖着没有啊？挖到了，但太难了。啊，我没有思想准备。哎，连我都湿透了。还真一胳膊泥，我这子枫完了，得换衣服了。这裤子全湿了，可以洗个澡。峰峰，你要洗吗？一会儿洗。你这样，妹妹，你可别一会儿洗了，你必须得洗。好好好。哎，把那藕洗出来，一会儿做成藕粉吧。好。这我来洗，粗活先交给我干。对。可爱，谢谢。洗完了，你们就去洗自己。好。黄老师，藕粉怎么弄啊？一个盆里放点水，把这藕啊是擦碎，然后呢拿一个咱这有屉布过滤它，让它沉淀完了水倒掉，把那底下那粉晾干了，捣碎了就是藕粉。嗯，这挺酷的。对，啊，藕粉我来做，我学习一下，劳动一下。哦，比我想象的小，但挺可爱的。这个是我直接在这里搓过来的。对，直接搓一下。哎，鹏鹏，你待会儿洗个澡好不好？好嘞，黄老师。这啥东西？这个万和热水器它是可以遥控调水温，你想凉一点吗？凉一点，凉一点。你调个32好不好？好嘞，好。而且它这个万和热水器它是自己带滤镜的。自己带滤镜。不是拍照的那个滤镜，就是干净的镜哦。健康亲肤水洗出宝宝肌，我的宝宝。好嘞。这首歌献给九号台的郑先生。嗯。哇，龙哥，能不能换个歌啊？听出来了，有歌听就不错了，还挑。让我爱你而死的冲动，因为我不知人人如何才能把你打动。抱歉。来呀，让我看看你的内心世界。流行歌手的特点呢，老是把自己人声调得特别大。一起换了吧 ，baby， 一起换了吧，根本不管节奏。Oh yeah！哦耶！我觉得都不需要麦克风。我是狼哥。哦耶！哦耶！哦，老英雄还哦耶呢。哦耶耶耶耶耶！狼哥就看起来特别摇滚，实际上跟摇滚没啥关系。太逗了，老英雄啊！接下来这首歌献给我们的厨子小黄。呀，没有没了是吧？拿我打岔。赤果果来了啊。还拿着一蒲扇。你得唱出激情来。龙有冰霜。让你摸不着方向。这什么歌呀、啊？这个那会儿都咋想的？我感到我的爱赤裸裸，我的爱呀赤裸裸，你不能让我爱寂寞。一会儿邻居报警了。
谁歌这么难听啊？真是暴露了内幕真相。哦哦哦哦，却只能放弃抵抗。我的爱赤裸裸，我的爱呀赤裸裸，你不能让我再寂寞。绝对是草台班子。他经过多年的努力，终于登上了这个草台。好听好听，谢谢谢谢谢谢郑哥。你不能让我再寂寞。你不但要学郑歌星的这个形，还得学他的魂。你要学他的魂，还得学他的混。老光和妹妹洗了个澡出来，发现这里变了天，突然特别热闹。广场舞，我们老年人跳着广场舞。要不要交手？你们先去洗澡吧。好，那我去洗啊，峰峰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好凉快啊！彩灯，你要不再扇一扇？彩灯，大翅膀真漂亮，这么乖的呢？我其实从没有摸过彩灯，这么久以来。你可以来摸它，它现在非常好，非常好接近，而且它好好摸。哇，彩灯！啊，这是我第一次摸你。哎，我以后可能不会怕它了。不怕的，它很可爱的。啊，其实你脾气特别好。对呀，我们只是飞起来的动静大，我们脾气很好的，我们是哲学挂的。我去干活喽。鹏鹏要看到你摸它，肯定会觉得非常的惊诧。我从此就跟他不是一组的了。只有他一个人是一组的，对不对，彩灯？我们都是一起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是要拿那个布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跟妹妹负责扯这个绿布，然后你一点点倒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就这样这样就这样，很好很好。然后我们就给它抓一下，把它那个水，触感蛮特别的。OK nice， 哇，又解锁一个新的技能，而且你是参与了全过程，挖、洗、切、磨、滤，蛮好玩的，挺好玩的。我哥出来，舒服吗，宝宝鸡？舒服。哇，我是要砍那个吗？你要玩吗？我可以试吗？我怕我帮到忙。没事没事没事，玩一下，就小心点。嗯，小心手。漂亮。哇，你居然会。他会，他居然会劈柴。这是跟拉琴有点像吗？都要用手，就是都要这么举的。这个往这儿吧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，瞄准，用力，可以。对，就这样的，劈，对。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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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放进去吗？对。好极了，我正好需要两根小小的柴把火吹起来，漂亮。娜娜劈的，谢谢娜娜。哇，娜娜这么厉害，娜娜。试了一下，辛苦了啊。娜娜小时候做家务吗？到了念书之后就得做了，因为自己出去嘛。对，那她没办法，那自己一个人怎么办？她那会儿家里不允许骑自行车，不允许打球，不允许做任何有可能会伤到手的运动。是，因为她的手是她最关键的。想想也是挺不容易的，所以刚才你在那磨藕，把黄老师给紧张的。对，娜娜，你可这么手可千万要小心。我给你个手套好不好？没事，这我可以的。你可千万不要刮到上面，会很容易刮掉肉的，一定要小心啊。好，还好。这个小时候练这个真的很惨的小孩啊。小学的时候五个小时，到国外念书了之后就六个小时起跳。五个小时，不容易啊！练这个琴童真的很辛苦。琴童同情啊，同情琴童。
娜娜，你不热吗？穿个绒衣。还好，洗了澡挺凉的。这个跟妹妹，跟你妹妹是一套，不怕热。你看我这个，哎，就是跟你一样的。你跟我用同款的口红。好。哎，你们姐妹俩真的。就是这样。再来一点吧，脖子。手手。你小心拿哦，有刺儿。慢慢靠近。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。哇！再一次，感觉到凉了。你这怎么了？是不是贴的还？上次过敏之后被我挠的。弄得没小院也挺牛的，与世隔绝。这儿你别说，还真安静。是。你这你出来这么长时间，家里头也不用你操心。没有，我时不时视频一下，跟儿子聊两句啊。这叫事儿啊。镇压一下。啊，镇压一下。威慑一下。他肯定也怕刘云是吧？就怕我。啊、就怕你、啊。谁都不怕，我不在还得混世魔王，谁都欺负。我一在就表现的就另外一人，也挺可怕的，两面派啊。对。来，老郑，咱俩荡会儿。来，这挺酷的。最浪漫的一对儿。幸福啊，人生也就如此了。哎呦，饿了，饿了，没吃中午饭。哟，我给你快速做一小碗葱油面吃。可以啊。那我就煮一个面，大家当点心先吃，好吧？好。好，谢谢。有面吃了。耶。开阳葱油面。就上次那个有个演员叫任嘉伦。一个小孩，他青岛的，上次来这儿做客，带来的海米，今儿还有黄晓明带来的四川香肠。我们是不是特别不懂事儿？来你这儿做客也没带点东西来？你是暗示我们俩是吧？没有，没这意思，没这意思。我就直说吧，你们怎么不带东西？就你就直说吧。把吃的都放这儿了，不仅不带东西，还放我们家柜子。这真糖，这我得带点走吧。你带走啊，这一罐啊，你打包，就给一罐啊。嗨，不拿东西来，呵，还往回顺，还说就给一罐，不知感恩啊这个。我们一共就三罐，这是军哥的。哦，是吧？谁？胡军呐、啊？我们都不叫他军哥，军哥。来吧，吃饭吧。来了，葱拌，好香啊！嗯，好香啊！嗯，相当好吃。好吃吗？这好吃。我再来一点点。那就被经纪人看着又得说又吃啊！但吃了他们看到已经来不及了。对。我有资格再拿一口。黄老师太厉害了，这太好吃了吧？特别好吃。娜娜很有吃播的潜力吗？我也再来一小口。哎，小燕，没了，你忍着点，人家晚上还有呢。大哥，我来吧。
好像一个连续剧在洗碗。嗯，他真的干了不少活。许光汉爱工作，爱劳动，一直在干活。喜欢干活。何老师要帮忙吗？好，你来帮我磨好不好？好。何老师，我来吧。光汉来洗碗。对，猪活先交给我干。你是参与了全过程。是不是要再劈点柴？哦，可以。黄老师要帮你摘花瓣吗？哎，对对对，谢谢你。哎呀，光汉你真好。何老师要帮忙吗？你帮我把它洗了好不好？没有问题，交给我吧。那这个要不要把它剥下来是吧？对，好弄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这个草是苏苏会吃的草，紫花苜蓿。好可爱。那这可以喂鸡和鸭。多吃一点，长胖胖，平安健康。要帮忙吗？没事，估计里面有点潮，你要有一些空气啊。对啊，光汉你非常能干呀、啊，恭喜你，你获得了干活第一名的美誉。何老师，咱一会儿上菜市场转一圈的。好的呀，菜还没买呢。所以你知道我点面条太及时了吧？太英明了。哎，何老师，哎，那小金猪柳，咱的钱拿出来。一块的估计是，看这，哎呦，二十这手感，快拿出来，这二十的手感，外面是割胶的那个，对，你们割胶，明天早上就可以换钱，哦，太棒了，哦，够了，好，走了，耶，大家注意安全啊，好，爱你们，也算是带你出来透了透风，是的呢，你放我出来了一把。怎么不去一个远点的地方呢？开它7749天。哦，每次咱们开车路过这儿啊，慢空带啊。嗯，慢空带。慢空带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一个村儿，这也是一村儿。嗯，慢就是村的意思。哦，慢就是村的意思。对，这个慢空麦，慢空麦，慢空带。在旁边是满空麦，我从满英台出发去满空台，中间路过满空麦，我家在满空台，我在满空麦，我在满英台，我路过满英台到了满园，一路把地名都记住了。哎呀，呛着了，呛着了，但是像老郑他们唱摇滚的。就讲究得呛着来，不是上台还得先啐一口，啐，要不然不摇滚，没有赤果果的效果。对，割和收是两个时间是吧？对，晚上吃完差不多就过来收。好，到了。哦，看到这是胶树。嗯。好，我们自己找棵树开干吧。好吧。太多了，对对对，有点多了其实，但没关系，你看它留下来。哎，是不是好了？你的这个恰到好处。走，寻找下一个。哇，这你看，太完美了。我们寻找下一颗，好。咋办？这个看看能不能接回去。哎，好的。哇，肯定远比刚刚那几下。好，啊，这个开始了呀。
很顺。看郑老师也挺认真的。从这儿开始吧。这好像切太浅了，刚才不能太深，也不能太浅。我这个声部有点钝，还是刀都是这样。哦，好像明白了一点。其实把胶一弄掉，它就会流出来了，是吧？这怎么这么低？还用再弄吗？这已经流开始流了，流不到碗里去，完全浪费了。还能不能低的那下？这个怎么有铁片？哈哈，让我找到。一撕怎么把这个撕下来？这个胶也有年头，不敲会好，咱不会给人敲碎了。好像技术纯熟，都实现了熟练工作。我感觉我可以靠这个生活了。他们呢？买啥了？哇！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您好。菜市场里逛三逛，就看见有什么好的食材，也可以随便选两样回来炒着吃，会有灵感的。对的。你好，这是什么呀？手宅。叫什么？手宅。手宅。喜宅。我不会说什么菜。这个是什么菜呀？芥菜。芥菜。芥菜，芥菜，这不是芥菜，芥菜，这是炒着吃吗？煮嘞。煮着吃。哦。这个是什么？茄子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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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茄子。哦，茄子。这就太精彩了，对，哎，都不认识，可还行。有点意思啊，这又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呢？苦瓜呢？苦瓜。这可以吃是吗？啊，给我炸油啊！炸？啊，炸油的。那这么点能炸出多少油？不是，它炸了吃这个东西，不是让它炸出油来，这咋炸出油来？啊，炸着直接吃是吧？对。那他们就买不认识的，买盒炸了吃的。啊，那我来一板，谢谢。炒一个，吃尝尝，咱没吃过这种。谢谢。谢谢。两口。谢谢。咱就回去把这东西全炸了，炸推拼了一盘，然后这盘菜的名字叫做没见过。那你的那些还有什么呢？素食锦里面。哦，素食锦，我忘了他素食锦的事儿。别着急。我看看啊，这个可以。哇，看着好舒服啊！哎，可以了，通了。我们看它掉下去。哇哇！行了，妹妹，差不多了。好，走吧。脸好痒，感觉被背咬吧？不知道。我们回来了。你们回来了呀？回来了呀。你们歇一下，我帮你们把刀放好吧。好吧，谢谢谢谢，谢谢。舒服。哎，完了，有点吓人了，这感觉这个，感觉不知道是谁，爱因斯坦之类的。突然变成了儿童化的画风，对，小太阳。
送飞行的光照亮了城里夜归晚去，可可是我们笨重的身体，从出生到变老，仿佛最初的种子还在飘。你没学乐器啊？我其实就学了一点点的吉他。是吗？对。娜娜，你来吧，来合奏一曲。啊。Talk to me softly, there's something in your eyes.是吧？忘了歌词了。黄老师，你看这汉堡吧，光汉真的是很可爱呀，非常能干呀。光汉，你是在台北哪个学校学表演的？我本来不是读表演的。啊，不是哦。对，我本来读商的。哦。但是后来慢慢转。哦，我原来还在北大，我还在那儿教过课呢。哇，有一个叫赖雅妍的，啊，赖雅妍，还有宝仪，曾宝仪啊，那都上过我那个班。哇，那个班其实也算是蛮有名的。他最开始的时候，第一届就是我去办的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对对，没想到黄老师是创始者。对，上师级，然后坐在这里炸花生吗？坐在这儿生火呢。黄老师要帮忙吗？你帮我把它洗了好不好？没有问题。小欧，光汉，有人说你长得跟柴犬像吗？柴犬吗？嗯，有吗？哎，是不是啊？你看他这样，他眼睛亮亮圆圆的，然后笑起来那个嘴巴，真的说起来真是有点像啊，是不是？你比博哥要像。王博像柴犬吗？王博，那你觉得他像什么呢？土狗。要搞大事情了。不是，王博不是像鹏鹏。你的意思是博哥跟狗不像，还是跟鹏鹏像，对不对？反正这个他差不多都。怎么都接不住了？这咋了？这是怎么了？哇，哦，这么浪漫，这是 Prince， 他来了，他来了。哟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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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好漂亮！哇，我真的能飞啊！可以带我走吗？哟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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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！松手！哇啊啊！啊！松手！
这是啥情况？哇，好好玩呀、啊！来，谁还要飞一次啊？妹妹可以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啊，这样显得我很幼稚，妹妹都不愿意玩。哎，这两个气球可以拿来。对，这个可以。萌萌，你这么，你。哎，鹏鹏拿起这奖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威廉，再挂一个，这是我的礼物。提拉，我看看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给大家的，真是给大家的礼物。可润素奶卡，这个以后呢就包你们的奶了。比如说你要给爸妈家寄，输入爸妈家的地址，他就送到爸妈家。然后你也可以送朋友，就不用大包小包拎过去，就这个就特别方便。就用更好的营养帮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，太棒了！好，谢谢特伦苏。好。哎，真的，如果你是被拽走的感觉是什么样的？1、2、3。就像演那个台阶一样。这其实挺难演的，如果像演。对啊。我来做一个鲜花饼，鲜那么鲜花饼。黄老师要帮你摘花瓣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哎对，帮我摘，我可以去摘。谢谢你，哎呀，光汉你真好。哎，对，摘一朵玫瑰花就好。在哪？就在一出门就出这个门，左手边就有玫瑰花，那些都是可以吃的玫瑰花。光汉，小心手刺哦。起了，对不起了。何老师，一会儿你得焖饭啊。为什么许光汉就可以得到那个采玫瑰的工作，我是包蒜呢？我让你焖饭，谁让你包蒜了？哦，听错了，对不起啊。当然，你还要包蒜。哎呀，我为什么自己找上门啊？准备做饼饼，高筋粉，来点猪油，和面。这个我是不是要撕碎一点？行，可以。再做一个油酥，低筋粉，猪油。好了，我也做好了这个油酥了。点个小红点。好了。鹏鹏，你把烤箱升上火吧。好。要帮忙吗？可以，但很难呐、啊。推进去。不行，扇一下吧，扇一下。就接着它。
行了，再来一个台，巩固一下。赞。还有需要帮忙吗？请你去吊床上休息，可以帮忙做到吗？可以。你真的干了不少活。看自己真的很舒服。舒服哈。何老师，我来吧。你歇会儿。我 OK 的。不用那么紧张。没事、啊，慢慢来。我只是喜欢做事。拔叶子是吗？对，我们只要这个梗。叶子不要。啊，只要梗。对，叶子不要。对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到晚上就变得凉快。嗯，凉凉的。我的夏天，哎，我点一首歌，点一首歌唱，好。你跟你唱一首。哦，我也不会唱。五音不全。楠楠喜欢你。好熟悉。会唱吗？我得听歌才能听得出来。挺幸福的这个地方，你不觉得我们这节目很自在？特别好。到副歌你就会了。哦，我知道。慢慢喜欢你。精彩！妹妹今天找到好朋友了。今天你是好糟糕，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。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爱过的你？老师们都已想不起，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，才想起同桌的你。多好啊，咱做着饭，小女孩们唱着歌，夫复何求啊。你从前总是很小心，问我借半块橡皮，你也曾故意装熟气，喜欢和我在一起。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？哎，一会儿摘薄荷叶子，摘罗勒叶。来，我来摘，来摘。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？谁把它丢在风里？
我给你来这个吧。那你改吧，我这一会儿摆在那个火锅里要漂亮点啊。这个有人打下手，帮着弄是最省力的。听到这首歌我就感动了，我感动了，听到这个。我现在给你做这素佛跳墙，我拿这豆芽啊吊一个汤，豆芽汤叫素高汤。太牛了，这个炒啥？剁椒炒这个菜梗子啊，搁点油渣，看着不错啊。放菜梗子走吧。罗勒炒肉末啊，好香哦。好了，小白菜炒好了，那些炖的什么东西都好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最后一招。哎呀，这云南菜也挺绝的，薄荷牛肉汤，这云南风味的，漂亮了，小葱花啊。我们可能快开饭了，好，那关要把那麦克风关起来。哇塞，哦，香哦！师傅，这是好了吧？应该可以了啊！哇，好棒啊！绝了，鲜花饼都做出来了，香哦！香的，嗯，好想吃啊！现在有点烫。最后一个菜，那个豆炒那个豆来了。这个豆，好好吃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这个豆真的让我很好奇，可以放吗？啊，你扔里边，再试试。来，全倒。就为了狼哥的好奇心，还得准备炒一个豆子出来。啊，好香哦！真的好香。看着就不错。放点酱油。哇，我是不尝，我都靠手感。然后这盘菜的名字叫做没见过。小杜，小杜，在呢？几点了？现在是晚上8:06，晚上好。哇，天哪，疯了，今天真的是疯了。棒棒的，吃饭饭啦。素的佛跳墙肯定非常好吃，汗流了。一会儿再吃大肉丸子啊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。薄荷牛肉汤，这当地特色一种。鲜花饼，哇，好香啊！这个香的，这老狼你自己吃啊，你这怪豆啊，怪豆。可以吃了吗？来来来，开动，随便动，来来来来，去拿点。
我先来一块香肠尝尝。哎，这香肠太好吃了。让我来品尝一下这个素的。哇，这个素的汤真的好棒好棒。来，娜娜给你一个小的给你吃。好，谢谢。哦，无比好吃。妹妹，你吃鲜花饼了？嗯。成功吗？很成功。真的吗？很好吃。太好吃了。哦。这个比我在外面吃过任何鲜花饼好吃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谢谢黄老师。谢谢黄老师。谢谢黄老师。这么会讲话，真好。谢谢黄老师，这饭怎么这么好吃啊？这菜，对，咱用这油叫稻稻泉植物甾醇，这字还挺难，就是淄博的淄的右半边啊，甾醇压榨菜籽油，含有10000 ppm 植物甾醇，特别容易吸收，哎，非常好，很香醇。嗯，我要开始尝这个了。我就这饼啊，还有哇，这饼太硬了，这馍是绝对铁馍，我跟你讲，铁馍是。还有郑军的死面的馍馍，哎呦，对，郑军这馍完了，忘了。哎呦，老郑啊，你这馍我忘了啊，馍糊了，哎，还行还行。那红锅里是什么？就那饼是吧？哎呦，又忘了他这馍了，对，给放了。谁要吃馍呀？晚上，只有郑军同学要吃馍。饼应该成了，我给你拿，不烫。硬馍吗？这馍馍龟咬不动，嘎嘎硬。是有点硬。老郑还真把这馍掰掰了，给吃了。吃了，吃到后来挺香的。许光汉添饭了啊！光汉，你饭量可以，我觉得非常好，你很能吃。好好吃啊，这个好好吃啊，好好吃，好吃柿子，好好吃，牛肉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那汤也好喝。哎，光汉是吃的真好，频频起身。对，慢慢来。你不撑吗？不会啊，它好能吃啊！我的天哪，饭两轮，汤三轮，咚！光汉，你很能吃。哎，这豆好吃吗？你们快尝尝。哎呀，真的是好奇怪的味儿。哎，但也还行，吃吃也就味儿还可以。尝一下。你好苦啊。拯救表情。啊，真的吗？有那么苦吗？不苦啊。其实还可以，没有想象的那么苦嘛。挺好吃的。哎，何老师，你要一把吃就还行，不能只吃一个豆。那么好吃啊，太苦了。馍不干啊！那个炯炯，我绝对不骗你，你把这一口咽到嘴里去，你试试。你信我的，我绝对不骗你，真想吃。哎，你一口喝进去。哎，
你要是不好吃，我就跟你讲，我把你吐出来吃了。怎么样？你肯定不好意思说不好吃。发脾气啊！但真的比一颗好吃，有一说一。我觉得他那会儿特别辣，好饱，我肚子都大了。我也是。嗯，太好吃，是可以啊。来吧，哥们儿，真的有年头没见着，是啊，都挺好的啊。自打你不在学校当老师，他就再也没见过你。你这是自己往刀尖上引，这可不能怪郑娟，我跟你讲啊。妹妹，我们三个人啊，是在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认识的。大学是就94年，我在研究生，我先认识高晓松，然后小松就把他们俩以找我的名义啊，就带到了电影学院。那时候特别帅，超帅。我们那时候啊，头发全这么长，老郑更长了，都到这儿了。我们俩是我们这团队里边颜值担当，颜值担当。小松是才华担当，我。狼哥是勇气担当。勇气担当。狼会照顾人，暖男担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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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当时也是一个。组合在电视学院也是横扫啊，那必须毕啊。点燃了一下就，我的宿舍是21216，好，一到下了课以后，这几个就来，你看我排练的名义，然后就混到我们宿舍去了，每个人都拿着吉他呀，我那把红色的吉他，他自己都没带，我就有一把红棉，红棉，对，一把红棉吉他，这几个人好，手指头弹秃噜了，咔嚓，冲着各种人使劲儿。还有一个俱乐，还有一个二楼的小房子俱乐部是吧？对对对，翻窗户去，对对对，晚上对后半夜翻进去打鼓弹吉他，可好玩了。对，光看你们现在怎么看，你们现在怎么、啊、怎么结交这个异性啊？不是，就怎么结识异性的朋友？手机，你看，两代人。我们那会儿翻墙爬窗户，找个乐器啊，使劲冲人唱，怎么会迷上？关键那时候姑娘们也跟着一起爬窗户，这也嗨。姑娘们那时候真敢，其实比咱们别往下聊了，这是咱们聊聊光汉的事儿。对，聊虚的。对。哎，姥姥，要姥姥一脸鬼祟说别聊了，跟光汉聊也不能播，播了媳妇儿也不能看。你把狼哥都聊虚了，没事儿，不会给你播的，你放心吧，保证不给你播。我怕过吗？哎哎，磊子，我怕过吗？怕过。你什么时候没怕过？哎、不是怕过，是正在怕。我去年这期节目我就见着你怕了。牙特逗哎，牙跟我说。哥们回去一趟，我干嘛去？我儿子转学，我媳妇儿早上给我发好几十条微信，好几十条，59秒一条，我都没敢盯。我说那怎么着？我得回去呀、啊。我说那你还回不来？我回去就是为了回来。礼拜一走了，礼拜三又回来了。我说怎么样？都搞定了。狼啊狼！哎呦。何老师，我们那时候啊，你想我才二十四五岁，我开始以为他们几个人是因为喜欢我，特别喜欢我的话剧。你太自信了，你太自信了。是。我记得每天排练完了10点多11点了，
高晓松开车，我们就全挤到后边，然后就咔开到甘家口，有个新疆村，然后就在那儿就弄个炒烤肉，然后腰子，对，然后我就在那儿学会了唯一的一句新疆话，啤酒底西给，对，就是再来两瓶啤酒，对对，啤酒来两瓶，啤酒底西给，维语，维语，维语，我们每天就坐在那里边，晚上昏暗的灯光，有就吃羊肉。羊腰子，羊啊，吃，然后就，朋友，啤酒底西给，跟人说，别的不会说，那小伙子倍儿热情，哦，啤酒底西给，说饿了就去那儿，要不饿就去黄亭子，黄亭子还那会儿还挺高级的，弄什么薯条啊，啊，弄个什么炸那个爆米花，我们几个那时候就高晓松最有钱，嗯，高晓松一般抢前面把那钱先付了。哎呦，想想那时候挺美好的啊，真挺特别好。嗯，恍如隔世啊，恍如隔，就是恍如隔，恍如隔世，恍如隔，人生如梦，恍如隔啊。人，嗯，你能想到等我们都长大了，然后我们也在回忆说，嗯，你看我大学的时候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想不到哎，我觉得好久远。每次啊，何老师，嗯，这老兄弟一来的时候，我就特别的看得出来。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来蘑菇屋，来，谢谢，最温暖的酒，温暖的酒酿。何老师真的，我们俩这些年其实守着对方最多的就是我们俩。如梦如梦，如梦如梦如梦，真的。爽了，哎，到时候回北京啊，咱们家庭聚会必须的。我听了，哟，哎呀，你也来了一个小黑，小黑还活着吗？快呀！准备好营救车，小黑还挺大。还活着，还活着，太好。那我是把他救活了吗？这种感觉好好哎，就是拯救了一个生命。啥东西你们俩在看？虫子，有一只虫子。哪比这头发真好？是吗？拉大提琴必须长发，所有这个弦乐器里边，我是大提琴，我是觉得最热爱的，音色太美了。主要大提琴它的音乐就很靠近人声嘛，就觉得很近。对，我看过一个那个大概九几年的一个奥斯卡最佳外语，他说你抱着大提琴就像抱着一个情人呀。对，确实是我从小就把我大提琴当我男朋友，就因为而且就是每一把琴都有性别的，就是你不同的琴会知道他是男生还是女生，就那种感觉。这么多年我换了很多把琴，只有一个女生，其他都是男的。那女生那把琴会不会生小琴？不会、啊。打吓人了，生个小琴，好吓人！打开门，房间里多了一把琴，是小提琴。小提琴。挺可怕。十点了吧？10:21。哎，咱们这样啊，如果一会儿吃完了以后啊，去收胶。对啊，我们吃完了，我们现在我去穿个长裤，怕蚊子。哎呀，那个菜，妹妹，哎，吃饱了以后菜合并。好嘞。两碗合一碗，但是都留着，明天可以做菜码去。好的。好、啊哎。还没结束，待会儿狼哥还吃呢，啊，一会儿。我要吃点主食。哎，我给你做一小碗猪油拌饭，你吃不吃？没买过来。特别快。特别快，那不能再吃了，不要再给许光汉吃了。啊，不是，不是要给狼哥吃。吓死我了，我这还吃啊，真的不行。第一次跟何老师制止，他不能再吃了。他不能再吃了。我要给他做一个漂亮的猪油拌饭给他。猪油放在这个。热热的米饭上面，小孩子时候的味道，齐活是吧？你再忍一会儿，啊，又饿了。
一会儿谁都不许跟我抢啊！我跟你说，原来你是这样的徐光汉。徐光汉总结下来，爱帮忙，爱出汗，爱吃饭。我要给你们看看我这碗饭。你不要给徐光汉看了。天哪！哦，哇，太香了！哎，猪油拌饭真的很好吃。你来吧，整吧，朋友。这家胃口真好啊！来吧，整着。绝了，好吃吧？嗯。哎，肉沫一和在里边。嘿。哎，炯炯。哎。把这菜合并合并，搁冰箱吧。好。香橙、花生米都搁屋里。这汤也。并到一起吧。嗯呐，剩下几个码子，明天可以煮米线。这我跟欧坚持到最后，欧太咸，不能给你吃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了。周娇什么时候去啊？不知道狼哥吃没吃完。去吧。好，走了。黄老师，哎，我们去了。我们先出发了，你们全去啊？你跟我们一块儿拿弯去吧。走吧，挺好玩的呢。走走走走走。对，夜游。走吧。哎呀，好啊，我高兴啊！我的老哥们儿来了，我的最好的哥们儿来了。明儿早上谁跟我跑步去啊？明儿早上谁跟我打坐去？这两个怎么这么极端？没有在中间的吗？明天早上谁给我睡懒觉？啊，那我。哇！哇！我看到了，对，就是他们，一人拿个小桶，走吧，那我们走吧，好，走，狼哥，咱们从这儿下，咱俩从这儿下，注意安全啊，大家，我在这等着呢。哇塞，很多，你要不就试一下，就这样，然后把后面的倒掉，刮一下，啊，好，啊，很快，速战速决，哇，这个好多，哇哇，这个更多。真的是丰收哎！哇，真的有，可以吧？这个是这种感觉，这是我们搞的吧？嗯，成就感爆棚。嗯，这行这行，哎，这很丰富啊，这多。哎，这牛，狼哥你来一个。哟，这碗大，这树很给力，再甩一甩，没了吧？哎，还有还有，有一点儿。那边没了吧？看看，嗯，这么大一碗，生活很幸福。对，没，走了吧？可以走了。我和我仅有的理想。哎呀，真好啊，青春岁月。炯炯，嗯，我今天特别高兴。我知道，真特别高兴。嗯嗯嗯，老哥们在这块。真好，真好，开心，开心。黄老师，来来来来，妹妹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娇来了，第一波。哟，这么多呢，好棒棒，宝贝，真棒啊！哦，好酷啊！哇哇，我不少哎，非常满意。好，第二桶，对你瞧瞧，哇，哥哥他们好多啊。哎，军哥呢？我来了。军哥来了，慢点，军哥。哇，他那桶沉哎，哇，他这一桶。军哥厉害，闷声发大财。挂一挂，挂一挂。今天有点棒棒了。
好嘞，走吧，我们。朋友们，撤了吧。哎呀，我今天可开心。是吧？你光了。哎呦，他们也在聚餐啊。哎呦，你们这聚会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开心开心。会呀。来喝一口吧。我们一家四口敬一下乡亲们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让他们一家四口去吧，我们是亲戚。对，我们是远房亲戚。远房亲戚。各位邻居啊，咱们也是一块儿生活了仨月。欢迎你的光临。哎呦，不是，感谢你们，咱们呀、啊、一家亲，一家亲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给大家添了麻烦，但是呢，但是希望我们的到来给你们也带来一些快乐。哎，朋友说一句，谢谢大家，真的，真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妹妹说一句，妹妹说一句。很感谢大家对我们的照顾，然后尤其是小玉姐。小玉在哪儿？小玉在哪儿？没在。小玉没在。咱们还来个九个岁，好吧？好，来。来，岁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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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岁。好，祝大家健康啊！祝大家健康快乐。干杯！干杯！开开心心，我们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回来给我再聚啊，好吧？谢谢。那你快开快我们再聚会，好，谢谢了，拜拜拜拜，拜拜拜拜，好，拜拜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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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何老师，刚才坐了这会儿，突然有一种想走的恋恋不舍的感觉。没必要，你不要拦着我。可爱的小鹏鹏，我们也没管客人们，客人已经自己回去了，没有人、啊。好，不生气，不生气。太热了，先进屋吧。何老师要叫娜娜吗？她睡在那个吊床里面。我去叫她。我们要用最残忍的方式吗？三个穿着白 T 黑裤的人。怕你被蚊子咬了，吓到我了，真的。是不是吓到了？这个蛮好笑，是吗？是不是都进屋啊？屋里凉快。你先洗，我今天可能不洗，我也不想洗头，我只想冲冲澡。就咱俩睡嘛，我不介意你，你不介意我，就是没介意你。我洗香香了，你洗香香了。我困了。啊？才几点？哎，哥们儿，给你们飞一个啊！哎，给你飞一个。嗯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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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别学啊，请勿模仿。太吓人了吧！重点是我军哥云淡风轻，净干一些惊世骇俗的事儿。核心力量要好。哇哇哇！平衡能力还行。今天我炫一个 last dance。
他特喜欢这歌，他每天都唱。真的？对。哇！哎，等一下，鹏鹏，等一下。啊？鹏鹏。天哪！对，拿着它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我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你给的爱，将你眼睛。你眼睛闭了起来，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。那这就是剧里他的表情，你回头就遇见林子维了。你可以随着我的步伐，轻轻柔柔的踩，将美丽的回忆慢慢重来。加油！突然之间浪漫无法释怀，明天我来离开。你给的爱，甜美的伤想问问你的心中不愿面对的不同，多可爱的明天之后，不知道面前的你是否依然爱我。很厉害，很厉害。谢谢。来一郎哥的模范情书，别别别，我特想唱这歌，我特喜欢这歌。模范情书，来了。看看郎哥年轻的时候，看看郎哥长发的时候。长发，帅哦，帅哦，帅哦。我唱，我唱，我唱，来来。我要唱给郎哥听。我是你牵出从前的那棵小树。我是你初次流泪时手边的书，我要你注视你，注视你的爱，默默的告诉我初恋。帅帅帅，让我过去舔一会儿屏。你看我跟小柯，狼啊，你这你怎么走形了呢，哥们儿？我想。上琴弦，上寂寞成长。哦，好好听啊！听了老命了。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，在大街上琴弦，上寂寞成长。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，反正三个人是一个组，对，在大街上琴弦。想听我成长，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，东北麦儿再次温热，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。 Oh kiss is you okay in Casablanca。 感觉蛮有年纪的，反正不是我们这年代的。 As time goes by， 觉得这有点 KTV 的意思了。就 KTV。 难得黄老师今天有兴致。哎呀，我从来不在这节目里唱歌。哦，真的。对，我这次你们俩来我特别开心。那我再重新补一条吧。补的再完美一点，我觉得。咱们一块儿唱一八零呗。一会儿一块儿八零吧，八零，
服务员，服务员，服务员，对。哎，来了，怎么要果盘吗？点一个恋曲八零啊。来了，恋曲八零，或者来一个那个野百合有野春天那个。北京的冬天，恋曲1980。到底是野百合有春天是吧？都行，服务员你定吧。你态度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不是靠态度取胜的，我们这都是靠酒水取胜的。看三个老男人给你唱这歌啊！几位老哥哥需要往前推一点吗？推一点，推一点，眼睛看得见。你先唱啊！棒棒棒！你曾经对我说，你永远爱着我。爱情的东西我明白，可是永远是什么？姑娘你别哭泣，我俩还在一起。今天的欢乐将是我觉得我卡在你们和他们中间。你们吧，我对你们吧，我也好像有点费劲。他们吧，我也有点费劲。我今天刚好穿了一个灰的，坐在你们中间。没事，没事。什么都可以抛弃，什么也不能忘记。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。看来何老师还唱内挂了。我这样，我不用麦克风也可以的。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。哦，亲爱的，莫再说你我永远不分离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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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亲爱的，莫再说你我永远不分离。哎，大勇哥回来，大勇哥回来，开心开心。我们小时候，这是我们的小时候。郑钧背了一吉他来，都没有唱一个《灰姑娘》。他曾经是我们一代人的摇滚明星啊，后来唱的不行了，得唱新歌了。哎，唱首新歌啊。这歌有一次我过生日，我好久没过了，然后那天把小松还有那个钱日暮就来，我们就喝顿酒，就我们仨，我说我这也不像生日 party， 这有点像一葬礼。然后他觉得说的特别像一歌名，我这次参加这个唱作人写首歌叫青春葬礼，唱一下啊。昨天是我们最后一次欢聚，那更像是一场青春的葬礼。青春的葬礼，朋友们来了，哭着笑着又四散，可你始终都没出现。如今我们回到了各自的贝壳里，回到了各自的贝壳。孩子们长大了，哭着笑着去热恋，等心碎了才回到你身边。老郑，这是我的老哥们儿啊！哎呦，黄老师，见到你真高兴啊！碰到了。这首歌献给九号台的郑先生。Oh yeah！
都可以重新升起。感动啊，真的是一段很热血的日子。对，挺好。太猛了。反正我们这辈子我觉得还挺值的，前半生享受生活，后半生享受生命。所以还是开心最重要，对吧？开心挺难的，因为我们太早工作了。我这我大学时候唱的歌，我还不知道记不记得。累了困了跟我说啊，我就陪你回去。等一下我把我的床挪过去并在一起啊，是可以并的。因为我从去年开始我就特别不喜欢一个人睡。为什么呢？是怕吗？难过难受。我说我跟我妹打，就我妹妹打电话，然后就让她陪我一起睡。打电话睡，就打到就是真的很累了再睡，我就很难过，我就想要别人陪我睡，但我妈这次又没陪我回来。那你得陪我睡。哈哈哈哈哈。我们再用板床这样一拼就好，对吧？好。推这边还推这边？推这边吧。太热了。哎呀。OK。这样我就有安全感了。所以跟着你的是工作人员，除了我以外，每个人都在台北，都在家里。在台北，嗯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工作？12岁。那你真的也很小。对啊，但你更小。我12岁之后，我拍完北爱，我就去美国念书了。那还好，会有一些同学什么的。对，还有几个特别好的。还好的。所以你其实真的特别好，特别特别那种好的朋友应该都是圈外的。对，没有圈，就没有太多圈内的，因为我觉得圈内确实很难、啊、因为他们也很忙，然后我也很忙，没有时间见。嗯，因为我觉得说我要把我作业做好、嗯、把我工作做好，那我怎么可能还有时间去。嗯，我懂的。当时跟你拍杂志之后，我就觉得说就我们两个挺合得来的，然后我当时还给你拍照啊什么，就觉得说，哎，拍得很好看。我现在手机里还有那个照片，是吧？对，我给你讲一件搞笑的事情，因为我很少生日的时候会有人愿意给我送礼物，我还跟我妈妈分享这事，我说妈妈，你知道吗？娜娜竟然祝我生日快乐，她说要送我礼物，然后我说我很开心，有点惊讶，我真的在家里虔诚的等了很久，然后每来一个快递，我说我要开一开看看是啥。你觉得我要多留一天吗？可以啊，为啥不留呢？就是跟你待在一起，跟大家在一起比较开心。嗯，放松吗？来这里，不然本来很不开心。真的吗？每天睡不着，不开心的事情有很多。嗯，反正我今天跟你一起睡。怎么了？我想要再留一天。留啊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把床都并到一起，好吓人，好吓人。I love you. Me too. Love you too. 别抱了，我就抱了。啊？哎呦，好。别抱了，抱了。好，没关系。It's okay, it's okay.开心，好，怎么了？娜娜怎么了？她不想，她很开心，她又不想哭，但是她控制不住。好了，压力大吗？
主要太开心了，太快乐了。啊，在这哭就是最好的，就是排泄。因为你这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没有机会可以跟懂你的人一起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这宝贝，我受不了他们哭，我真受不了。好了，振作起来，振作起来。我虽然哭，但我好开心。嗯，刚喝了，开心最重要。你今天不但有哥哥，还有妹妹，对不对？我第一次这样抱。对呀。没有。哭吧，开心，想哭就哭，这个小朋友要学会哭才。小朋友就应该学会发泄情感。有点伤心了，想家，想妈爸爸啊。排毒。哎呦，抱着这个孩子呀，就想了我的女儿。是，像我们的孩子一样。好。哎呦，可爱，真可爱。不是，我就担心我的女儿长大以后就伤心了。必然。他们的那个闺蜜帐篷，两个人抱，但是可爱，真好，真好。你要不要用你很可爱的这个杯子喝一点你的水水？我要喝水。啊，哎呦，小朋友，你快休息。坐点来，你休息吧。你都要好啊，喝水，哎，喝水，必须带走。我的天，真的，小朋友太可爱了。上厕所。受不了，他哭我就疼。啊，多多要是多多，我就崩溃了。你一定不知道多多会这样，一般情况下他哭都不会让你知道。他一定会把最好的修饰给你，是，你值得。成长就这么成长，成长就是这样。化妆好呀。望着月亮，我要你在我身旁，我要看见你梳妆，哒哒哒哒哒哒。正在，老郑睡着了。老郑在弹梭了，在梦中弹着梭了。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走在无垠的旷野中。
早。早。Hello。你好。你好。早上好。早。拍张照片哈。谢谢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那洗菜吗？韭菜。韭菜啊。黄大爷又出去跑了一圈是吗？有点不服老的意思是吗？不服，我陪你走，不跑了。咱们去哪儿啊？溜达呗。好。去年是咱俩在寨子里溜达啊。对。在苗寨。对。遭心灵遭到了重创。你好，爷爷。爷爷。爷爷。他这儿，我估计就是撒点种子就自己长。对，这是气候好。你看到处就长着芒果、木瓜，你看这路边全是芒果。对，啊，多好啊！而且它有它有这个对审美有需求啊啊！对，对生活的美有需求，这是岁月静好，是吧？挺好的。你平时有给别人化过妆吗？常常给我同学化。真的？对。我给你化妆。好。哎呦！哇！哇！又来一个。什么呀？这是？哎。哇！这。哎呦，是他呀，还是老物件儿。夏日踏狂欢，7月24日京东小魔方5G 手机大势新品赏，买5G 手机逛京东享一站式换新服务。那就上手机看看，哎，有，你看在这儿呢，京东小魔方一站式换新。看这活动好啊，嗯，没人不喜欢惊喜吧？悄悄告诉你们一份惊喜，想知道是什么吗？上京东，进入到特伦苏官方商场购买产品，超多惊喜福利等着你，可千万不能错过，快去看看吧。更好是将坚持变成热爱，更好是把美食变成美好，煎炒烹炸中掌握人生火候，沉淀自我。好奇心使我保持活力，汲取营养。向往的生活，从做更好的自己开始。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伦苏。更好是去发现，去
去探索。更好是追着太阳的方向，让自己变成太阳。去思考，去更好的成长。笑容让我充满能量，不负自己，更不负青春。向往的生活从做更好的自己开始。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向往的生活首席合作伙伴小米十五 G 高端手机，一亿像素更清晰。向往的生活官方智能助手小度智能屏，小度在家，陪伴在家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天猫，下载天猫免费小说，免费看书100年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换5G 手机逛京东，开启向往的 5G 生活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，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特仑苏，向往的生活，待会儿见。特仑苏，向往的生活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特仑苏冠名播出的《向往的生活》，向往的生活从做更好的自己开始。向往的生活官方指定座驾东方轰达全新 URV 进阶不凡。向往的生活美食创造官老板电器中国新厨房老板四件套。向往的生活指定产品道道全植物甾醇压榨菜籽油，让饮食更养生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全猫粮品牌麦富迪，麦富迪全猫粮有猫有狗就有麦富迪。向往的生活特别支持万和健康亲肤水，洗出宝宝肌。妹妹拍戏学习太辛苦，不如送她最爱的特仑苏，为她加油吧。进入特仑苏特心意小程序，一键下单心仪的特仑苏产品，就能够微信送给好友，在线提货，快递到家，方便快捷。你们也赶快送出你们的更好心意吧。常给我同学画，化妆室是这样的。我好奇怪，我没有在外面。白了一个号吗？我这边眼睛画的挺好的。哦，对，因为我不会画眼睛。妹妹，你们好了吗？好，我们是不是要扫地去？耶！你看我给风化的妆。啊？他已经说我没有看出来。看出来了。哦，谢谢。嘿，你们姐妹俩。妹妹，你是特意换了一个和我很像的吗？哇，今天的妆怎么那么好看啊？谁画的？是一个叫娜娜的姐姐帮我画的哟。真的？哎，我今天给你画了一个女团妆的感觉。真的吗？因为你这眼线亮亮的。哦哦哦，那我懂了。除了眼线睫毛膏没画以外，对吧？其他的还不错。没事没事。
这大中午下地收菜去，我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觉得你确实得锻炼锻炼。对，每次来都告诉锻炼，每年过来军训来的，我说。向往的生活首席合作伙伴小米十五 G 高端手机，一亿像素更清晰。向往的生活官方智能助手小度智能屏，小度在家，陪伴在家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天猫，下载天猫免费小说，免费看书一百年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换五 G 手机逛京东，开启向往的五 G 生活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，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，待会儿见。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，现在继续。小米十五 G 高端手机，一亿像素更清晰，提醒您下期看点。不能要了这个，这是不要的对吧？这星给我，太甜了，跟垃圾桶抢活。王老师，丹丹姐，贺舅舅来了，不是洗手啊，华佗，你好淘气，就要发射太空弹，宇宙无敌的太空弹，跟你挤吧。一个张小姐，这个速度你还合适吗？我非常满意。风轻轻说着 It's okay It's okay It's okay 不吃个四五碗你都不是个男的。吓人吓人，你太老了现在。他真的像我。八重唱星火烧头发第一个要预备起。我们今天要离开曼远了，碎碎碎碎，拜拜拜拜，再见曼远，再见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芒果 TV。 电话，喂，何老师，这地方太热。你是我的长英吗？是的。我的宝宝，你终于打电话来了。是的，好想你们呢。我也是，上一季都没请我。不是没请你，上一次路有点远，怕你辛苦。就我们现在点一下菜呗。好的好的，我长英要吃啥呀？我长英啊，我呀就觉得这个黄老师太可怜了，这太热了这地方，他要是做菜是不是有点太辛苦，但是好像不点又没得吃，我就点一个东北乱炖吧。我以为这么热的天你会点个凉拌菜，结果你点了个东北乱炖，我的宝宝呀。本来我想点个土豆沙拉，后来一想估计你们没有沙拉酱。有什么都有，土豆沙拉，东北乱炖，对吧？啊，明天见，拜拜。长英，我的长英。哎呦，我一听到长英要来，我还有一点有一种莫名的激动。我也是。心火烧，心火烧，心飞呀，管不住了，他要来了。